大佬啊，就快下載完套戲俾你睇噶啦。阿哥啊，老師話如果未經授權上下載電影、音樂、軟件同埋其他版權作品都係非法噶。唔怕啫，你咁做係唔尊重創作人嘅心血，嚴重損害香港創意工業嘅發展。切，邊人知啫？梗係有人知啦，海關已經成立咗支反互聯網盜版隊，同業界合作，專責偵查互聯網上邊嘅侵權活動。佢哋仲有一間電腦法證所添。唉，揾到我先算啦。仲捉你唔到 ？Support creativity, stop illegal file sharing.